这么小蜘蛛？嗯，我靠，北边，你给我精神的，操！好，这次是谁呢？这一次是谁呢？对哦，我要在那边跟他溜才对啊。算了，没差。那么小蜘蛛，嗯，我靠，北边，你给我精神的，操！没风窗，我们再来一圈。哎，有哎，我想想啊，这样搞你好了。走，我们去小屋。啊，不好意思哦，我来找你啊。何？哼，你有在里面吗？我们来逛街喽，蜘蛛找不到我，对不对？哼，因为跟蜘蛛你没办法在那个窄的地方一直跟他玩啊，你一直跟他玩窄的地方的话，很容易就被他加一堆死。而且我知道他是金身的话，其实我就可以很大胆的一直跟他卡视野视角，然后玩心理波。像刚才很多人一定会觉得我会往里面盖进去，但是我就盖了往外走。那他没有看到我的状况下的时候，就以为说，哎，我到底是去废墟还是去外面这样子？要来找我啊？我们来这边玩啊？要不要？过来。全部都有，全部加速都有。啊、靠腰，要开金身干嘛？他要开金身干嘛？想不开是不是？他金身要七了耶，暴气的意思吗？每次带金身想针对我。我在这里啦。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过来，过来啦！对啦，过来啦！不过来了哟，他就完全不想理我了哎、欸！啊，那你带金身干嘛啦？哎呦呀，这蜘蛛真的是搞笑。你看你把这些给练好，是不是就是很轻松？帝都坏掉了。
低度坏掉了。哎呦，靠腰！干，对不起哦，对不起哦，我的问题哦，靠北，太欢乐了，干，对不起哦，对不起哦，好像真的没有知道，对不起哦，真的不是故意叫亮机的，只是太欢乐了，对不起哦。好了，我没有赢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的。